中国第三艘航舰福建号展开为期八天首航海试，让中国更进一步迈向三航舰时代。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，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，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。中国官媒吹捧夸赞自家造舰技术发展，但来自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认为，福建号远远不及美国航舰的标准，就连智利海军后备中尉也直言，目前还没有什么能与美国航舰相提并论。The largest warship in the world.On the high seas, it stands unrivaled.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，福建号长约300公尺，宽约40公尺，除了比美国福特级航舰小了一点，排水量以及舰载机数量也都比较少。另外，最关键的是两艘航舰动力差很大。The Gerald R. Ford is the first ship in a new class of U.S. Navy aircraft carriers.It's a nuclear-powered. 福特级航舰靠核动力具备更长的海上续航能力。至于福建号采用传统动力系统，必须定期补充燃料。美国航舰靠两大关键占有绝对优势，但中国则靠数量取胜。Today they have approximately 340 ships.And are moving towards a fleet of 440 ships by 2030. 中国去年舰艇数量超越美国，世界第一。但舰艇越多，似乎不等于战力越强，因为合格飞官补不齐。They are struggling to meet increased demand for qualified shipborne fighter jet pilots. 人不够，让航母沦为巨大标靶，宛如海上鬼城。再厉害，恐怕也无用武之地。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。